呢，也是标志着党的抗战路线全面正式形成。会议结束之后，红军更名为八路军和新四军，也取得了自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，以平型三大捷。此时，为了驳斥党内外的自称了王国的抗日战争抗战经验，王同志举办了自己十九台，然后在中央扩大的六六中全会上，随手分离说到了跟以中国化的问题。这时呢，也是明朝今后抗日游击战争以及指导抗日根据地的建设。在政治上呢，他是实行三三制。在文化教育上呢，是创办各类大学，毛泽东校长中央的负责人和地方党的自己校长进行授课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，那么这个时候中央所新增的社会人民服务的一些反对主观，差不多。